来，举个杯吧。我觉得，来，如果成绩战略不在战术上做一些突破。整体拍摄的时候还挺轻松的，然后我们会一点一点顺逻辑，顺个一两个小时，就会很有趣，就是大家一直在想到底应该怎么办，然后顺出来一个感觉，然后哎不行，这里有 bug， 然后又顺出来了一个，然后不行，这里有 bug， 然后最后又顺出来一个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对不起，然后我们再一遍一遍的顺，一遍一遍顺，然后顺通了，然后去拍了。大家啊，辛苦东哥，哎，不辛苦。